就是每个人的脸型不同，你何必在意呢？是哦，蛮像蛤蟆的。蔡康永、徐熙娣，名字中的巧合催生节目，也搭出两人的演艺高峰。他一直弄我，我就当然弄回他。你下次去，你可以增加一个亲切感，说干你屁事啊！一搭一唱，默契十足，康熙成了国内重量级典礼不可或缺的组合。你真的要叫我一起主持金马奖吗？是的。我要你一起主持金马奖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这么爱你，我当然要对你好。综艺节目品质普遍低落，嗯哼，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太常在节目上摸男人的肉体？你知道我们今年评审当中综艺组的召集人，他的公子被你摸了很多次。小 S 麻辣发言，蔡康永妙语打圆场，将近十二年培养出的好默契，很难没有对方。两人独特的康熙式幽默留下无数搞笑片段，好搭档难求，康熙组合对观众来说效果加倍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